在微凉的早上，那年春天的尾巴，你换了发型，他交了女友，我也换上隐形眼镜。在舞台上面做一个演员，它不是一个那么轻易的事情。那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创作的歌手，那据我的了解，创作这件事情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是之谦的表演老师温吉星，在这边郑重向您推荐之谦的创作歌曲。今天之谦在这边开始了他第一堂表演课，之后之谦会带给你们更多他动人的创作歌曲，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他。那年春天的尾巴，你换了发型，他交了女友，我也换上隐形眼镜。刚过了十七，却脱不去自己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？还不确定，但他是我们相聚，你们还记得那排满桌子的老地方，希望不断膨胀，推进我们的坚强。放弃第一步，只要终点却渺茫。还好有你，还好有你，拉我一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牛，我是张之谦的歌唱老师。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是看到他的词，看到他的词，第一篇是在写创作人的一个初衷，接着我又看到他写在战争里面的摄影的议题，然后我又看到他写我们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相对待，各式各样的议题，然后我都在他的歌里面听到，他的词也好，然后他的曲也好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既定的框框在里面，所以这个人的创作。对我来讲，我是非常欣赏，我非常期待，所以让我们一起在5月10号的时候，在张之谦的老地方，我们一起来验收他的创作歌曲。我们5月10号见。大家好，我是词曲创作人张之谦，我热爱音乐和文字创作。我个人的粉丝专页即将在5月10号正式开台，里面除了我自己的作品之外，还邀请了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一起来合作，包括音乐、摄影、写作和绘画等等，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多元而且充满艺术张力的地方。5月10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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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月10
Thank you.